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25号，是7月最后的一个星期的交易日。那么期指结算呢，也将会稍后呢就将会出现的了。那么对于一个转去8月期指方面的活动呢，应该在上个礼拜，最迟在上个礼拜中之前就已经进行了。咁而家已經喺此月多嚟咧，係轉入去八月期指嘅活動，係開始都要照顧嘅。七月當然仲係要照顧下啦，因為要睇住點結算啊嘛。咁而整體嚟講咧，個市嘅成交係一路係萎縮緊嘅。咁呢個亦都好簡單啦。
破了一個